学校里面会出现的东西，你们应该已经忘了吧？学校里面出现的东西，阿姨离开校园也不过就是十年的光阴，让我来重返校园给你们看。You are up。妈妈喜欢什么？都没有说任何的东西。But he say his mother like up. Okay. Good. 哈喽大家好，我是关小文，欢迎秋叶还有伊莱来了。为什么要这么小声呢？因为我们怕伊莱讲话比较小声，我们两个太吵。大家好，我是伊莱。你丹田很洪亮哎，那我们要不要声音也放出来？因为平常都在网络上看到伊莱就觉得好可爱哦、喔。对，我上次是看那个皇室兄弟的 MV 专家模式，然后就看到你在里面打怪，对不对？你还记得那首歌吗？还记得。如果对手太弱太简单，成功也会没有成就感。他发现他没有拍过这首歌，我唱不出来。对，那你假睫毛要不要先拆下来？不要，你的睫毛好浓哦。他是正你的才要拆吧？而且他真的是。我拆掉。我们今天玩一个英文的游戏，你英文很好，对不对？对。哎呦，呛呛哎，没得客气的哦。用英文自我介绍可不可以？啊，好啊，好啊，来试看看。Hello everyone, I am Elijah Cooley. Sorry, what's your name? Elijah Cooley. 后面是什么？他光是他的名字就够难念了。对，他的英文名就代表他的程度到 Elijah Cooley。好，那今天我们三个人一人代表一队，那今天就看一下谁的英文实力比较好。好紧张哦，怎么办啊？我平常在那边就是唱秋，说自己英文很好，因为我这一片哎、我29岁，你几岁？32啊，怎么样？那你几岁？我7岁。你年纪很小、哦，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有信心吗？有。好，啊，你要不要往前一点？因为你这样脸很小，我压力有点大。对，我们这样脸会太大，我们会不高兴。对。第一题是什么呢？身上会看到的东西。Rabbit。啊，路上有兔子。你在台中新美园区走路？对，你确定路上有兔子吗？好了，可以。路上是会有兔子。反应很快耶。那这个分数就判你的喽。G。走在路上会看到长颈鹿、美女、giraffe。哇！明明就是 giraffe， 然后还硬要造一个兔子。长颈鹿。哎，其实你英文很好哎。还好啦，赶快给阿姨啦。是什么呢？好，我走在路上会看到一只 zebra。你走在路上看到一只 zebra， 你走在地，你是不是住在南非啊？你是看 red， 你是不是在非洲看到 zebra？ 不过因为我走在路上也看到 giraffe， 所以我们其实也就大同小异。OK， 那我们今天是南非的英语测验。什么东西 ？C 吗 ？Cat。我在那说，我的猫台北就有了。野猫吧？没有。我们今天是一个动物特辑，欢迎收看 Discovery。你是会这样子洗吗？还是你要这样洗？这样的话板子会坏掉。这个不行。哦，不行，我们还有游戏要进行。对，你在爸爸妈妈面前洗牌好吗？对啊。对啊。OK 哦。就他就说，我平常都是这样。晃晃胡啦，连二啦。是什么呢？哎呦，学校里面会出现的东西。你们应该已经忘了吧？校园里面出现的东西，阿姨离开校园也不过就是十年的光阴，让我来重返校园给你们看。我们要试一下演讲好吗？一，banana。啊，学校有 banana， 学校有 banana， 反应很快，营养午餐会有 banana。我本来想 book， book， 本来是想讲巴拉巴巴巴 ，I'm love you。学校不会有麦当劳，谢谢。你小心被学校投诉。啊，我就站加班不在，就偷订外卖。好，就是这样子。中午午餐都会有 vegetable。哇！他们会不会心想说，也不过这些国中程度的单词，这个是反应游戏耶？这是什么 ？R ruler。哦，哎 ，ruler 很标准。你们不要在那边撸来撸去的，我的 ruler 好吗？我刚刚把这些讲撸撸笔。F finger。哇！学校有 finger。学校不管到哪都有 oxygen 空气啊！我刚刚本来想讲，我一直想不到怎么讲。我前阵子才刚讲 oxygen infinity。C Chinese book。哎，今天妹妹也在，妹妹在睡觉哎，妹妹会不会被我们吵起来？应该是没有。
妈妈感觉像自然会哭哭哭。真的假的？为什么？可以看到哭哭的画面哦。啊，如果有一菲一哭，你会打两巴掌吗？不好意思，这是一个很欢乐的频道，不行，不行，旁边，不行，不行，剪掉。如果妹妹哭都怎么办？你其实如果不安慰她也没有关系，拜拜她，对。你真的会哦，好哥哥哎，好哥哥，往前一点坐，你脸又变太小了，可能吓到。好吃的东西。所以你现在已经可以认到这么多。不好意思，你去哪里？我们在录节目，你上来。还有多少失控？还有多少次？罗也 V， 怎么又是 V？ 你有没有洗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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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a。好。P P P Pizza。O O O 哎，不能叫 Orange， 不能 Orange。Octopus Octopus Octopus O。对，那海产店、热炒店都会有那种小章鱼。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反应很快哎。那蛤蜊的英文是什么？你先教我。The clam。那海瓜子耶，海瓜子。那其实除了川七呢？九层塔。汉菜。好吃的东西，鸡排。哦，不行，这不是英文，对不起，对不起，那只是因为阿姨懒得写，她会写鸡排啦，麦香鸡这样。我知道，我知道了，还有什么 ？Godiva， 巧克力，这是一个巧克力品牌，很高级。以后如果你有喜欢的，就送她 Godiva。你现在应该还不能吃巧克力，对不对？可以，你可以了，可以喝巧克力 milk 吗？可以。讲一个英文名字。小朋友最喜欢的东西。小朋友最喜欢的东西。真的耶，他。哇 ，yogurt。哦，小朋友喜欢吃 yogurt。我骂了一个，我刚本来想到了悠悠 TV。悠悠 TV。对，小朋友喜欢看。真的呀，好像没出来哎，Momo。什么什么？我看我看。C Cartoon Network， 我刚想的，它是 Cartoon Network 是 C 是吧？是 C， OK。你反应很快耶。L L Lion Tree Lion， 你喜欢 Lion？ 不好意思，现在你是抽到任何字就立刻有想法是不是？你好，我怕我抽。好好，换你抽。我看我看 ，You Umbrella。不好意思，为什么你会喜欢 Umbrella？ 小朋友喜欢 Umbrella 吗？你说你小朋友喜欢 Umbrella 吗？你说还好，他就没有这个。你说还好，他就没有这个。还好啊，很委屈，不好意思。OK OK。Wee A A Alligator， 小朋友喜不喜欢鳄鱼？不喜欢吧？不喜欢吗？很帅耶。他会看，我感觉他们都会吓到哎。对啊，你看。A cup 可以吗？啊，胸比较没那么大的姐姐。不好意思，我们擦掉。哦 ，A cup 不行哦。我不是因为我是 A cup 才站起来哦。小朋友喜欢的东西，来，来我们来看 ，M Mommy 啊，差点讲一次 McDonald， 我是讲 Mommy， 你是什么？啊 ，Mommy， 你是什么 ？Momo， 你是他是 Mom， 那我觉得 Mommy 比较合理吧 ，Mommy 合理啦，小朋友就喜欢妈妈，难道你不爱妈妈吗？你不能问到飞机就说你不爱妈妈？对啊，你喜欢 Mom 还是喜欢 Mommy？ 小朋友应该都是喜欢，我喜欢妈。哎，他喜欢 Matt 生过 Mom， OK fine， and neck， 你喜欢你的脖子，是什么？伊莱，小喜欢伊莱，你什么臭？没有人喜欢伊莱吗？大家都喜欢伊莱的吧？尤其伊莱今天抓头发，哎，他自己抓头发，伊莱脸红了啦，我帮你抓头发啦。好不好？我帮你抓一下。还有抓，还有抓。你教哎，小孩不喜欢伊莱。怎么会？他是喜欢伊莱了。我不管江一王，妈，经纪人，我江一要不要留着？你看经纪人觉得小朋友喜欢伊莱。来来，他最不喜欢。是最喜欢的。我妈妈最喜欢的东西。啊，等等，来，转过来。X O， 妈妈半夜会很久吧？妈妈的爱护小孩好累啊，生两个。给我看呐。You are up。妈妈喜欢吃，我很，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任何的东西。He say his mother like up， OK。因为妈妈很爱搭电梯上哟。Upstairs， 吓死了！请给我看，骑 train。鸡，妈妈喜欢鸡，我妈喜欢东西很多哎。妈妈是小火车。来什么 ？B， 你有想到什么 ？B
妈妈就喜欢 Bobby Brown 的化妆品。Bobby Brown 这个，那这个妈妈真的喜欢的。妈妈喜欢说的。G。妈妈喜欢什么 ？Granny，Granny。不好意思，什么？这个字我其实不是很懂，你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奶奶啊。啊，这就比较亲密的说法。我刚刚想说 Brownie， 确定妈妈会喜欢奶奶吗？没有啊，不是 Donkey。Daddy 啦，输给他了啦。Lion，Lion， 妈妈真的喜欢 Lion， 妈妈又喜欢 Lion。来，给我一个，来给我一个，妈妈心中充满了 love， 好吗？对 ，love。来，你问妈妈喜欢 Lion 还是她喜欢 love？ 我本来是想说拉比啦，妈妈喜欢拉比。妈妈跟爸爸吵架之后就我都去拉比。去拉比喝一个 XO， 对，不是去拉比喝 Latte。L OK， 我背着我的 LV。哇，好贵哦！我洗发用 Lux。好了，停下来。啊，好，我只能说，现在证明什么，你知道吗？我是一个 loser。You're a loser。Yes。哎，你很会 L 系列的开头哎。L 开头是蛮贵的哎。真的哎。好，那我们今天的冠军就是依兰。真的耶！那你跟观众说，你说你今天得到了冠军了。快点，好，跟他讲，来，你说，大家怎样？大家怎样？大家怎样？放胆的讲，不要怕，讲出来。大家已经听到了吧？哎呦，好会 cue 大家哦！好了，好，谢谢大家。哇，都帮我们出机会耶！谢谢依兰。今天算是一个算寓教于乐的活动啦。对呀，对呀，很开心。除了我们英文变好之外，也特别了解依兰妈妈喜欢什么了。谢谢你，今天你开心吗？你开心吗？开心啊！哎，你觉得我帅吗？不帅就老实说啊，人不要说谎。哎，他说觉得你很帅。也安口大大。一直到结尾，结尾不了，哈哈哈哈。谢谢你哦。好了，謝謝，那你说记得订阅频道，还有开启。记得订阅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然后追踪我的 IG， 追踪我们大爱心，不对，大爱心铃铛不是爱心，谢谢依兰，谢谢，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把铃铛打开，还有追踪我们三个的 IG。